生，对，你老公哦，杨先生，老公好会做菜哦，可以卷的，可以卷的，我们都是他做家事的，是啊，被逼的，被逼的，恭喜你，这样子还是可以，老师等一下，这边就好了，卷到这边就好，啊。卷过来，那你的香蕉饭也是跟我一样多，你怎么不会露出来？哎呀，人家有技巧，他旁边会手抓着。可是他都脸臭臭的。因为你逼他做脸臭臭。慢慢往前卷，对对，往前卷。妹妹，待会来帮忙绑，好不好？不是我饭都到这里。饭都到哪里了？好，你等一下。你等一下。宝贝，轻轻的卷就好了。对，那个香蕉很容易那个撕裂。好，妹妹来，妹妹，这样子轻轻的。寿司我们要用力捏，让饭那个，可是这个不用捏。好，对，好的。妈妈讲的呢，可以，没关系。好，我先去拿一个篮子，给我打叶子啊。对啊。所以刚刚我们那个导览的阿姨说，你们自己做的不见得是你们吃的，那我们就互相帮忙哈。好，那你们做好的香蕉饭可以摆在这里哦。好的。这是用蒸还是用水去煮？哦，这个是用蒸的，妹妹用蒸的，对对。我先帮你绑。好，来，妹妹再一次再绑一次。哦。上面会泡泡。对，当然会泡泡吗？因为你有饭在里面。我的叶子比较短嘛，所以饭会跑出来。有饭宝宝在里面。这里就好了。来，这样啊、哦。我们要把它锁起来，它才不会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